就是换季的时候吧，就有点明显。啊，没关系的，这个都可以要来调理的。我知道你现在忙呢。啊啊，没事没事，谢谢啊。啊嗯，好的好的，嗯嗯。这个病人呢，就是一个萎缩性胃炎，他在我们这里已经治疗了有4年了。那么经过这几年的复查，他的情况还是非常稳定的。肯定不是来源于他，好吧？我们胃镜先放过。那你也会好一些，对对对，嗯、贫血也不是太明显的，这、啊。主要还是在胃内发生的一个比较表浅的溃疡更多见一些，来到1000毫升了啊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就是我们查可以就是再补充查是不是有。好，你打了一下。你看出来我们以前呢就是内镜下的治疗呢一年呢可能就是几十例，我们目前一年的内镜下的手术例数要达到4000例，我们把最顶尖的一个专家请来，他操作，那么全科呢所有的消化的医生呢都可以跟着去看去学习，这样的话这个团队呢进步的速度就快了，然后在专家的带动下呢，我们很多技术呢逐渐逐渐的成为我们自己的技术，我们自己的医生就能进行操作了。住院以后呢，血压和对，这是缺人的问题哈、啊，对，是缺人。比如说检验呀，是吧？对，缺。我今年的一个新的建议，就是希望国家能够重视地方的重点专科的建设，给予更好的一个长期的投入机制。如果要是我们地方的医疗水平能够进步的快，能够解决老百姓的实际的看病的需求的话，我想老百姓一定更愿意在家门口来解决自己的疾病。